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石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天天节优诚在领手游，在微信官方4月26号晚上6:52有公告这个新阴影的线索哈，还有全新的皮肤，我们来看一下吧。好，第一个新阴影即将上线，本君有理有意结交天下侠士。本君好赏，本君喜乐。你从哪里搞来这么多的紫霜云枝？太明显了吧！太明显了吧！可是紫霜灵芝怎么是一个紫色的 ？OK， 好像蛮合理的哦。紫霜云枝，紫色的，蛮合理的。好，自那时一别过去许多年，时序平迁。然后久别难逢，不不不，仙途坦荡。但本君在这凡间却有甚多挂怀，承蒙各位友人厚意，这紫霜云枝本君欣然笑纳。哦，这是出领取是不是？很明显是领取啊。好啊，这个图案更明显了啊！啊，不是葛云一吗？神阙宫承载着这三千世界的秘密，世人艰难承其重，唯有他以瘦弱的身躯一力背负。这次好简单哦，好明显哦，这次好明显哦，是看起来应该就是长大版的葛云一了吧？感觉应该是啊。好，这次超快，直接结束。这个不是阴剑品，就是阴无邪吧？阴无邪已经很多了，应该是阴剑品的吧？该是阴剑品的吧？对啊，阴无邪已经有一个不错的时装了，这应该是阴剑品的吧？阴剑品还没有一个好看的时装哎、欸，我猜阴剑品，哈哈，我觉得是啦、啊，这是阴无邪，我在生气气了哦，不要再是阴无邪了好吗？好，不过这次阴灵应该就是新阴灵，就是领取葛云一长大版，我猜的。好，今天这集就到这边啦。喜欢的频道，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。感谢各位，辛苦收看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